天来吃一碗非常好吃的拉面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一个豆腐块小菜。记得虾泥不要做得太碎，这样口感会比较好。黑胡椒、盐、淀粉、蚝油，简单调味，倒进模具里，把表面抹平，蒸40分钟。重点来了，汤达人的两种口味拉面，一个是金汤牛肉，一个是番茄猪软骨。这个拉面的料包是真的多，足足有7包。非油炸的鲜面，低油脂，劲道爽滑。汤达人汤头就不用我说了吧，和拉面店的汤头有的一拼。用的是新鲜豚骨，熬了8个小时。番茄的产地是新疆，茄红素和维生素都比其他地区的要高。豆腐块蒸好了，裹上淀粉就可以下锅煎咯。煎到焦黄后翻面，口感细腻，还带着酥脆的豆腐块，搭配着汤头浓郁的番茄猪软骨，还有鲜辣酸爽的金汤牛骨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